是你，我不要，这些我不要，放过我，我求你放过我，去看看别的姑娘，我求你别再爱我了好不好，我是个孩子，没有那么多需要，你的金山银山我不能靠，你的爱情只能让我更烦恼，我求你别再爱我了好不好，有那么多的事业正把你需要，我没心没肺的不会老，你会让我的皱纹暗恋一条条，我求你别再爱我了好不好，我怕你有一天离开我受不了，趁着还没有开始就结束吧，这样对你也好对我也好，我求你别说吧。我爱你。朕也爱你。说不说？除了我的火热真心，你还要我说什么嘛？哼，说说你的作案动机、作战方针，乖乖告诉朕，为什么要帮助那个刺客逃跑呢？他中了毒，刀都提不起来，对你没有威胁的。再说他是，他是什么？我不能说。为什么不能说？说了会影响一个人的幸福。谁的幸福啊？我爱你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可是狗鼻子，我从小就能闻出来各种美食出自于哪家大厨之手，甚至连他有没有放地沟油我都能闻得出来，更别提酒了，这一点酒味都没有，放心吧。哎，可是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坐在屋顶上喝凉白开啊？望天愣神，对月轻叹，这不都是文艺女青年干的事儿？嗯，是没酒气，但是他周围的怨气啊，都已经快把茁壮的树苗给毒死了。我们跟他还是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吧。爱情这玩意儿，一般人果真碰触。你看，像平时那么犀利洒脱的老萧，现在变得多抑郁。每一个傻姑都以为自己谈的起恋是真爱，为了个渣男摧肝伤肺，那么不值得同情。你这张嘴呀、啊，真是缺了大德。哎，我实话实说的。哎，咱们这么大声说他坏话，他怎么听不见啊？他虽然人在这儿，但是魂儿早就不在了。嗯，诚恳是一个骗子最大的武器，所向披靡。老萧的眼光也太不济了，咱们呀都中了渣男的奸计。不但把想要刺杀皇上的刺客安全地送出了宫，老萧还把自己的魂买一赠一地打了进去。唉，不是喝的凉白开吗？怎么上头了呢？
可怕了。我不明白，老乡有什么不满，有什么牢骚，为什么不跟我们倾诉，非要自己憋点气呢？也许他是想把胸部憋大。梁萌啊，你快去劝劝吧，这再这么霍霍下去，明年连赏花都没得看了。哦，对对对。怪我的计策太烂，让你身心俱伤。你不要再这么折磨自己了，我们都很担心你。不信你看，呀！快说话呀！说话呀！真的是非常心痛啊，巨心痛。对了，燕飞姐姐，众所周知，您的医术水平真的是人类医学史上的奇迹啊。我觉得就连那个太医院的柳太医都不是你的对手呢。你瞧，昨天你才刚把萧贵人的脚伤治好，而今天他的杀伤力就恢复如初，而且还这么大，红塞雷哦。那是必须的，谁让我是复合型的人才吗？身体上的伤我皆可以医。那问题来了，心伤怎么办呢？心伤有酒足矣，酒是万能的良药。酒是好东西。我真的没有不开心啊。那就好，喝酒喝酒。走，喝酒喝酒。来来来，我先说啊，世上终究逝去的爱情。好，我也来一个啊，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。致。我最讨厌文艺青年的排比句了，我要打断队形。致友情。对，致友情，致友情。来，来吧，来吧，一起。哎呀，哎呦。老肖啊，你也别太难过了，我也失过恋的，真的，我一进宫我就失恋了，心碎了一地，还是他们俩帮我捡起来的呢。你这怎么能跟老肖比啊？你那心碎完全是业余水平。哎呦我妈呀，这是传说中的一杯倒女侠吗？早知道这么容易，直接灌倒她了，害得我想那么多词儿，脑细胞都死光了。那现在怎么弄？拖走。哎呀，哎呀，不好了，主子，大事不好了，主子！宝驹说，奉太后娘娘旨意，要来逐个搜宫。宝宝，干什么呀？在下侍卫长宝驹，奉太后娘娘之命前来执行公务，望各位娘娘们海涵。老鲍，别来这套。老鲍，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好歹我们也是有那么长时间交情的人了，芳华宫你要走？娘娘们别跟我谈交情，也别跟我叙旧。你们一般不叙旧，一叙旧我准遭殃。最近啊，这宫里面治安比较差，让刺客给跑了，被太后娘娘知道之后骂了我一炷香的时间，我是愣着靠在墙都花了三个时辰，我的心情才平复下来。我要是太后，我也骂你，你放着刺客不抓，去四处找什么偷衣服的贼，你有那个闲工夫你怎么不去打麻将啊？你不光是要找偷衣服的贼，这芳华宫乱七八糟的，总让人觉得有些微妙的不对劲啊。当然我们也是为了娘娘们着想，所以老鲍，你误会了，那些个碎瓦残肢是我们自己霍霍的，
目的呢，是想要改善一下芳华宫的风水。真的吗？娘娘们硬是不让搜，是怕被搜出来让人觉得什么情何以堪的东西。开什么玩笑，我们光明正大。但是这份屈辱不能受，总之你们不能搜。蒙妃，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？难道是曲嫔去御膳房偷吃而我知情不报的事儿？谁问你这个了？再好好想。太后娘娘，给个提示行不行？蒙妃，你好大的胆子，油嘴滑舌，窝藏刺客，拒不交代。你是不是以为楼儿在，哀家就不能拿你怎么样？无凭无据的，臣妾怎么就窝藏刺客了？臣妾以前还帮皇上抓过刺客呢。没有窝藏，你为什么不让搜宫？只因臣妾不让搜宫，就说臣妾跟刺客有关系吗？其实真相很简单，不让搜宫是因为臣妾给皇上准备了个惊喜礼物，还没到公布的时间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了。皇上。是的，母后，正如蒙妃所说，礼物朕已经收到了，非常惊喜。他据新颖的说法 ，surprise， 惊喜，效果特别好。你就不要再替他说话了。蒙妃，这个哀家是治不了你的罪，可你就认为哀家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袭人。宫规第368条，念。是。嫔妃聚众醉酒闹事，毁坏宫中财物、基础设施一草一木，造成恶劣影响，拉低后宫形象者，无论事由如何，有无主观动机，均罚俸一年，跪祠堂一夜，抄心经百遍。这是什么鬼？这条宫规是才写的吧？芳华宫是何等神圣的地方，你竟然带头聚众喝酒，还破坏宫殿。别说宫规不允许，就是宫规允许，你认为哀家会袖手旁观看着你玷污他吗？可不是哀家为难你，你是芳华宫的主位，你可知道芳华宫的一砖一瓦，那都是好几朝的遗物，文物古迹懂吗？前朝太妃住在那儿的时候多快活呀，那是哦，当然最后是被打入冷宫了，可是她到死都惦记着回去住。再说前前朝太妃从住到那儿，那运气好的八匹马都拉不住。再说那前前前朝太妃。母后可以了。你还需要哀家再给你举例子吗？臣妾知错。知错了就要认罚，赶紧从哀家眼蔽帖消失吧。是。朕真的为你睁眼说瞎话的功力拍案叫绝，说帮朕准备惊喜礼物。这要多强的心理素质才可以在当事人面前脸都不红一下？可是皇上还是帮我圆谎了呀。你这叫恃宠而骄吧？你该不会是上天派下来探探朕的底线的人？你的底线是什么？我的底线就是在你面前没有任何的底线，你开心就好。所以你真的宁可被母后怀疑被罚，也不肯吐露实情。你相信我吗？朕信你。来来来，故事大概是这样的：有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刚刚看对眼没多久，男的忽然就失踪了，
这个女的呢也嫁人了，但是这是一桩名存实亡的婚姻。这个女的一直等啊等，男的忽然出现了，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的身份就尴尬了。我说你也知道，我是管闲事界的业界良心，遇到这种痴男怨女明明相爱却受到阻碍的时候，爱心跟正义感很容易爆发了。朕什么时候就成了阻碍了？我没说你。若萧贵人想出宫，跟朕说一声就可以了。当初让她进宫，是因为她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念。朕待在她身边，是怕她做傻事。不是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说萧贵人啊？朕可是有脑子的人，事情串一串不就都明白了吗？倒是她男人怎么成了刺客？他没说，萧贵人也没问，只是想跟他私奔，但没成功，这个男子也就跑了。这什么眼光，什么品味，这种男人都看得上，还等了那么久。皇上，你不会追究萧贵人的责任吧？他已经够惨了，朕不会落井下石的。太后那边，朕会帮忙隐瞒。你真好，果然没来做人。倒是你，你把母后惹那么不开心，该怎么办呢？是啊，该怎么办啊？皇上，你一定要帮我。好好好，朕就帮你想想法子，帮母后设个宴会，哄她开心开心。开心最有办法。你呀，真是个小调皮呀。哼，这么多鬼点子。哎，小心。都起来吧。谢皇上，谢太后娘娘。今日宫中设宴，蒙妃想让太后开心，各位不必拘束，尽情享受美味，欣赏舞蹈，就当作是提前享受年终福利。赐座。谢皇上。Thank you.
我天，这算什么？强势插入吗？快，保护太后安全撤离！快，保护太后！快！那个刺客到底是谁啊？看老乔这么激动，该不会是……能打吗？哼！我说你这吃了雄心豹子胆吧，敢在我暴区的眼皮底下撒野。哟，长得还挺帅，就是因为长得太帅了，给我带走。是是。严惩，这个刺客胆子太大了，一定要严惩。太后娘娘放心，奴婢已经传令下去了，这刺客定不会被侵扰的。不过这个萧贵人倒是挺不错的，关键时刻还出手护驾呢。可哀这总觉得哪里不对劲，他看那个刺客的眼神明明认识。快派人去牢里查。是。等等，任何人不许探监，免得他们串供。是。说不说？是哪个派你来的？啊？你上次怎么样跑去个的？啊？你今天为么子又来？同伙在哪里？啊？不是说，你和萧夫人什么是关系？啊？你已经落网了，老实交代，最好识相点，要不然这里所有的刑具让你尝个遍。听说了吗？昨天晚上沈尚受了一晚上苦刑，什么都没说，他身上还中着毒呢，真是能忍啊。这沈尚也真是。说好了要来接萧贵人的，怎么又刺杀起皇上来了？我还听说太后现在要治他的死罪，他却一直不肯开口，说他会不会是在等……要不然我们去探监吧。不能去，太后不让探监，反正我不去啊。娘娘，你咋对他们真好了？哎呀，我对你们这么好，当然是有情况。有情况？不会是监狱吧？不会吧？你们想太多了。我呢是馋你们老家的河南道口烧鸡了，所以呢老蔡给我送来的野鸡我都舍不得吃，特意送给你们的。啊，怎么样，够意思吧？这次过年回家记得给我带哟。走，来吃着吃。来。劫狱了呀？当然是探监了，有时候探监的道路也是崎岖的，忍忍吧。没事吧？不会被发现吧？不能，妈妈在外面请看守吃饭，应该没事吧。走，别等，走啊，别走啊，等等我。
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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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夏夏，沈生，夏夏。解释，我知道你会问我要一个解释。其实当年战争失利，我被敌军掳走，也只是一半的真相而已。其实那是一场注定要失败的战争，决策者把我们这些人当作棋子，什么战术不战术，什么牺牲少数造福大多数，自然都是狗屁。我是因为不服才来寻死的，这样解释你懂了吗？那我们呢？对不起，身上没有当真过，把我忘了吧！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？事情搞清楚没你就乱说。皇上不是那种人，他不会牺牲任何人的，你根本就不了解他。就是，老萧为了你差点连命都没了，是皇上救了他，给了他活下去的勇气。皇上的人品啊，非常靠谱。别说了，我们走。这个蒙妃真像谜一样的女子，这一刻不知道下一刻要出什么幺蛾子。皇上，这怎么办呢？太后吩咐了，不许任何人探监呢。儿啊，那就把他们接出来，封锁消息，千万不能让母后知道这件事情。快去。孙志，去吧。莫三，给我一份纸笔。呵呵，你终于肯认罪换牙了，可以，等到。他自尽了。衣物里面有一封遗书，但是也早已经被他撕成了碎片。我把这些碎片带过来，你们随意处置。哦，对了，他的尸体会被扔到宫外的乱葬岗。老鲍，谢谢你。这要怎么办啊？扔了吧。你不想知道他写了什么吗？那你们看吧。
对不起，夏夏，让你看到了我这副模样。被俘虏之后，他们给我下了毒，让我回来刺杀皇上，才会帮我解毒。我其实早该死的，但我忍痛忍辱答应了他们，好保全自己一条性命。为了就是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找你，万万没想到造物弄人，我在宫里遇见了你，你已经是皇上的妃子。第一次带你逃离，失败了。我突然想起，那些离开后的隐居生活，也只能存在于梦境当中。我慎重企图，不刺杀皇上，他们永远不会为我解毒。可是死，我又舍不得你，所以我才打算再试一次。我知道你会骂我懦夫，不讲是非，只盯着眼前的个人情爱。但是，能为一个女人牺牲性命，牺牲无尽前程，又是何等的光荣！现在我找到了你，但也错过了你。但愿下辈子你我之间，不要再有如此之多的波折。小坏蛋，身上。原来他在牢里不说这些，是为了怕你救他。被牵连进去，所以他才撕毁了遗书，不告诉你真相，就是想让你忘了他。怎么会这样啊？为什么是悲剧结尾啊？这不是我想看的剧情不，我们这都快下班了，干嘛跟你们干这么危险的事儿啊？你这三十多年堆砌的人性呢，都被猪吃了。这么感人的故事你都不敢动，没良心！我才二十七。哎呦呦，你二十七，你长得也忒着急了吧啊！明明五十八，说自己二十七，算不算良心啊？谁我？行，我说实话，我三十八，那我也不是五十八呀。就年龄这事儿，我得跟你好好叨叨。哎呦，行了，我们给你钱还不行吗？就是，过分了啊！我是那种贪财的人吗？大家可能是对我有点误解，但我是个有原则的人，我不是什么活都接的，钱多才接，能给多少？我们真的要去乱葬岗偷尸体吗？有点害怕。哎，娘娘们，路上颠，忍耐一下啊。老蔡，哎呦，蔡大厨啊，又拉泔水出工啊？嗨，可不是嘛！你说这活儿哈，这又脏又累的，徒弟们我要置换不动，可不是自己拉吗？你徒弟那是为了你好，想让你多减减肥。行了，啊，走吧走吧。哎，等等，哟，老蔡啊！哎，老爸，今晚干嘛去啊？我不是送泔水吗？送泔水。
死者为大，我们只想出去安葬了他。如果你不让路，那我们以后铁定刨你家祖坟。哎呦，哎，什么味啊？哎，臭死了，臭死了！哎呀，哎呦，熏得我！哎呀，啊，熏死我了！哎呀，行了，放他们出去吧。哎，老爸，那什么，我明天一早啊还得送菜进来。哎，你看你们吃什么，我请客啊。哎呦，这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老蔡，请客吃饭喽。这个难道是老老家的老蔡？要亲自送泔水、送菜。哎呦，这太阳是不是打西边出来了？没有太阳的事儿，这是月亮惹的祸，一定是在月色太美丽、太温柔，抑制老蔡昏了头。胖子说的对啊，今晚的月亮老美了。什么月亮啊？我这心血来潮一次还不行啊？真逗啊！走了啊，哎，回见，回见。老蔡，一会儿抬人挖坑下葬，你多出点力，毕竟我们都是没有武功、没有力气的弱女子。那我这不是赔本买卖吗？还这么晦气！不是你说我这命就够背的了，还招这晦气？给你加钱。不是，我是那种视财如命的人吗？加多少？速度！这可是我限量版阿迪王。废话！钱你留着路上花啊，你不够了就再跟老肖说，我再给你烧。下辈子投个好人家吧。很多人都说后宫没有真情，后宫的女人都是为了争宠满腹坏水，虚情假意。很多人还说，男女之间很少有真感情，逢场作戏，转身就忘而已。但我知道，他们说的都是错的。总会有人为了你活着，也总会有人为了你去死。这就是真情。一朝心
街谈笑间，点水般流连，爱是相思磨的剑，是与你的永远。谁人不爱唇手可得的良缘，偏偏是我着手的情缘，后知后觉不分爱缠绵，你的倔强是海梦生的清浅，爱你就连人间，不怕去冒险。一朝寻情浅，一朝又为欢颜，知错的是谁来遥远？从前的无限，偷存风月万千，你是开在星空上的乐园。多少过节谈笑间，点水般